Hello， 欢迎回到梦想志的一周新闻，我是你的梦想 DJ 元琪。终于又来到了十月的尾巴，在这充满仪式感的时节，要和你分享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讯息，一起来了解更多吧。全台首间凯悦上选品牌酒店新竹伊普索酒店全新开幕，即将于11月12日正式开幕的新竹伊普索酒店为全台首间凯悦上选品牌酒店，除了时尚新潮住宿体验外，更携手米其林主厨林泉打造全新 Westwood 餐酒馆。 Klook 平台即日起开卖多个房型，最低只要3798元起，不含早餐，更与饭店官网同步独家开卖惊艳味蕾一博20专案，只要7133元起。美式家庭餐厅双圣打造全新双圣代，绝妙滋味席卷双世代。以独创美式冰淇淋圣代而大受欢迎的美式家庭餐厅 Swensons 双圣推出全新菜单，主打以新鲜草莓、纽约 cheese 蛋糕以及双圣草莓冰淇淋三者柔合而成的双圣代，即将唤醒你的少女心。咸食部分则贯彻经典，推出鲁本牛肉三明治及炭烤猪肋排等品项，迎接这场秋季盛宴。综合 SOWA 卡里安尼赫勒伯格巴赫里亚洲首个展 Blue Rider Art 自10月8日至12月11日与台北敦仁、台北仁爱双馆联合展出缝合 SOWA， 代理挪威艺术家卡里安尼赫勒伯格巴赫里的制品艺术作品，融合服装工艺，利用旧衣、碎布等，在混乱中透过解构、缝合、再造，赋予作品新意象。以中性色彩的织品艺术探讨当下社会集体的限制、期待、秩序和孤立议题，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九九的奇妙冒险黄金之星动画十周年特展抢先场开卖，引爆抢购秒杀。经典热门系列动画九九的奇妙冒险于2012年发行至今年播出十周年，日前动画代理商木棉花宣布展出九九的奇妙冒险黄金之星动画十周年特展，引起大批粉丝高度关注。10月13日门票开卖，造成抢购潮，三分钟内500组抢先场门票即销售一空，反应热烈。以上就是梦想之为您精选本次的一周新闻，后续也请尽情锁定我们哦，下次见，拜拜。